Hello， 又到我哋三姐弟主持嘅劲爆 MTV 时间啦！喂，边度嚟搞个三姐弟啊？梗系有啦，大家睇睇，你啦，我啦，仲有呢个矮仔丧多啦，咁咪三姐弟咯。你呢份人咧，专系做埋晒啲冇意义嘅嘢。其实你搞咁多嘢出嚟，同我哋嘅劲爆 MTV 有咩关系咧？吓，都冇关啫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草蜢咧就系三个人噶嘛，咁佢就系我哋今晚嘅嘉宾，咁我哋唔揾埋矮仔丧波出嚟同佢冚啊，点得咧？如果你要冚咧，就要揾多四个 friend 嚟帮手先得啊，因为草蜢呢一个幻象舞台嘅 MTV 咧，就有特别嘉宾潘金莲啦、西门庆啦、武松啦，仲有景阳冈嗰只吊睛白牙虎添噃。喂喂，同佢哋有咩关系啊？因为我知道今晚呢首 MTV 入边咧，就系净系得 A B C 同埋失恋呢两首歌嘅啫噃。想知道有咩关系呢？快啲引爆！哦，冇问题，引爆就 easy 啦。呢个引爆啊，冇啲火药味点爆啊？三、九、十，哇，爆啦！廿二点。
将日起暗血液下，会倾诉，不要关闭嘴巴，终于也会跟子将苦诉吧，莫别孤清泪自怜自挂，像你这般深爱他，心里只得一个他，他勉强太傲气，见面也不多说话，要坦率分析，为何没不得到他，心里长留下旧疮疤，将阵先。特別的，不過不好聽就好像挺怪怪，我這樣怪有時不代表不好的，那就是英雄所見就全部都一樣的。英雄？你想說的英雄不是說你自己是吧？不是，是他喪波。欸，那喪波多了兩撇須的。哎呀，他現在不是喪波了，他是林子祥啊，因為下個星期他就會出現在我們的勁爆 MTV 裡面，想知道他的近況是怎樣的話，千萬不要錯過逢星期二晚我們主持的勁爆 MTV 了。是的，我跟他逛街啊。